大家好，我是云嘎。最近武汉的疫情可谓说是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我也不例外，一直想着能自己做点什么。通过几天的各种渠道和各个媒体，我了解到全国各地现在最短缺的还是医用物资，但同时又考虑到医用物资的运输组织这些方面对于我个人来说存在一定的困难，那最终决定还是直接捐款给我们当地的红十字会，让他们去对接湖北省的红十字会，这样比较顺畅又能准确地转达我的捐助需求。所以我今天要去到我们西湖中晋旗县城里，我要为他们献出一点点自己的贡献，自己的爱心。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西湖旗县城里的红十字会，也跟大家注意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没有特别必要的事情的话还是尽量少出门。那通过跟我们西湖旗的红十字会沟通，我也得到了捐款的账号的信息，我来这里转捐款转账。那我感谢咱们企业大力支持我们灾区，特别感谢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也觉得我们一方有难半方支援嘛，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也是献出一点微薄之力，希望我们能共同度过这个难关。谢谢啊，为了中国加油，为了武汉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在疫情当下，我们也是付出了自己一点点微小的贡献，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感谢奋战在一线的所有工作人员们，感谢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家人们，大家辛苦了。